彭磊老师，听说你从来不加别人微信，但你一来就把十七位小姐的微信都加上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瞎说，没有。节目组告诉我的。没有，他们就骗你。没有，我可以加你微信吗？咱们两个二十年没说话了，突然要加我微信，是为什么？我跟他是校友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在一块儿，对，毕业之后就失去联系了。是，现在新裤子乐队非常非常优秀，对。